姐夫具俊晔在22日播出的《刘奎 on the Block》，除了公开他和大 S 之间的甜蜜点滴是一大看点，他也不忘帮小姨子小 S 追星。具俊晔在节目中拿出小 S 事先录好的影片，让他趁机向最爱的大神告白。I wanna tell you, I love you so much. Your show is super good, amazing. You're so charming.浮夸的示爱直接让刘在熙笑翻。节目播出后，小 S 也在社群分享该片段，兴奋写下我今晚无法睡了，刘在熙看到我了，他还笑了，好开心，感觉离孙喜九又更近了。同时也向姐夫具俊晔道谢，姐夫 You are the best。 追星大成功是让全网超级羡慕，不过大家也很好奇小 S 会不会借此机会飞去韩国见偶像，本人也松口啦。据三立新闻网报道，小 S 表示真的很想赶快飞韩国见刘在熙本尊，可惜一直有工作卡关，说如果今年能飞当然最好。至于梦幻行程，他表示就是希望跟姐姐姐夫一起去。然后刘大神有说要请我吃饭，一定要礼貌性的让他请一下。更异想天开许愿，具俊晔邀请圈内好友，例如他心心念念的欧巴孙喜九和崔宇植，希望这个愿望能早日达成哦。